就世界毁灭吧，我已经没有什么想法了，毁灭吧。为什么你又回到上面去？啊，这样子只能回到上面。啊，这样子还会回去掉下去。好问题耶，我感觉我在被虐待。两种解法，你要看前面还是看后面一个观众？ What the fuck？ 啊，没救了，毁灭吧这世界，毁灭吧，毁灭吧，快点毁灭吧！我什么都不想知道了，毁灭吧！2 4 6 8 9 2 4 6 8 10，我不理解。好，我理解了。干嘛？我现在还要帮星星相连了，是不是？
那这是猫咪耶。我是粘了一大堆猫咪出来呀、啊，这也是猫咪。手这样子，那插一个耳朵。OK， 对，少一个耳朵，好不早哦。红色。世界，哦，毁灭吧，世界！
有两种解法吧。我看不懂，各位观众。我需要一把扯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安安哦，紫风胖，啊，你好呀。快来到崩溃的直播台，斜去一边呢，不是我要斜，各位观众。肯定是猫咪啊，猫咪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你们撸我的感觉。
不是吧？都结束了，我还要解谜？哦，还是要我解三种解法，是不是？好像不是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个是影子，上一个是那个他身上的斑点，对，看他身上的斑点。好聪明。
这什么东西啦？颜色一样吗？高吗？我看不懂他为什么会抖欸的，我是说。一个小的，谢谢。还要不上去？你到底抖个？我不懂，我开放太高还一抖，放低还一抖。兄弟嘛，大哥，跟我讲啊，同个颜色，真的是同个颜色。我需要小，谢谢。好麻烦哦，这只猫好麻烦。
这种那么麻烦的猫，跟我一样。晚上好啊，听歌人。它好麻烦哦。所以看懂了吗？看懂了，我到最后我看懂了。强迫症的时间，看什么？你看了一个，我不懂它算是什么游戏的，我真的不知道它算是什么游戏的。算解谜吗？不懂。后卫根本是跟强迫症还是疗愈没关系，它有点像解谜的吧，到后面。拼图不错啊，我还蛮喜欢拼图的。唉，完了，我打哈欠了。游戏结束了，对啊，我填完一个坑了哎，等一下，今年我填完了一个坑，用了一个下午，填完了一个坑。